澳大于4月8号至10号举办社区服务展览会，向大家介绍相关资讯及进行义工招募，期望引起同学对弱势社群的关注。展览会共有17间社福机构设置摊位，举行讲座及工作坊，主题包括手语学习、视像领路法等。平时是学校或者是其他社团的地方学到的知识啦，之后后来就做义工来服务人们。在服务学习的同时呢，我们当服务人们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获得到一些平时是学习到学不到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咯，人生经验。这次活动也是十分之有意义，我们也都很希望是各界对视障人士有一个更加多的认识和关怀的。之前就有接受过一些的 training 啦，所以就知道当一个人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呢，他是会很害怕，所以你要不停地跟他沟通多一点，他才要信任你，才要给一个信任感。校园记者黄敏贵、金晓君、刘丽芳报道。